Hello，大家好，跟交警打个招呼吧。现在2点半了，我们的合力最终准时开场啊！哇，很多人呢，哦，我很高兴看到一定是你下午们，好。你好，一定是你们的功劳，你们要分享，知道吗？去跟每个人讲，星期三啊，2点半啊，我们坐在家里看陈老师，哎，陈老师，赵锦哦，在那噼里啪啦口水乱喷啊，在那边讲东西在你们好吗？吃饱饭吗？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吃饱了啊！记得记得要开，要讲话的时候才开，不讲话就关，好吗？不然那个杂音就会传到我们这里来了啊！还有一点就是在讲话，可是你们最近好像很少讲话嘞，是不是我讲的太多？是有机会吧？给你们讲啊，很委屈是不是？该恭维再不恭维，那个舌头硬了就惨了，知道吗？在家下里午好，赵静老师，要下午唱歌，好，要下唱午好，歌，下午好。巴拉嘎巴伊哒哒，哦隆嘎嘎噜啊，要这样的呜，这样要这个嘴部运动很重要的要不然你久不讲的话，我们这个舌头就会硬了，你知道吗？可是那个舌头讲话就好了，不要骂人哦。那骂人，你的舌头会歪的好了，今天上半场就是这个赵锦跟你讲，最近新加坡这个疫情的状态下到底有什么新鲜事，好不好？那后半场就告诉我们有个特别来宾，对不对因为大家喜欢看嘛，喜欢，有没有反应？喜喜欢，欢喜你欢。们人很重要的，像我们在台上唱歌也好就讲话也好，有人鼓掌了，我们就会更加卖命的做好。如果静静的鸦雀无声，你觉得没有什么效果，那相对来讲它就很消极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有反应我这个节目我要看。好了，今天呢，我们合力追踪到底有什么事，新鲜事要告诉大家，详情告诉你们。来，我们来看看一下我们分秒必争哇！你看什么东西呢？总值1亿3000万元惠及本地公民家庭100元邻里购物券，将以数码形式来开放，发放。你看，我们新加坡要花1亿3000万这笔钱不也是少了一百所以多，惠及的意思就是给本地的公民家庭呢，也一是百元的。邻里的购物券，将以数码形式的这个发放。那130万户本地公民家庭将在未来几个月获得首次以数码形式发放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的购物券每户100元100元一塞啦，该不会是你嘞？可在邻里商店和小贩摊位使用。明白吗？这样你们有多100块钱去吃东西了还有公众到时可以通过官方视频的图表了解如何领取去使用数码购物券。那我们的详情接下来我们会公布这个是政府给你们，就是他们花了1亿3000万元送给本地公民家庭100元的邻里购物券，将以数码形式发放数码形式，现在什么都数码了所以我们要老不要老挂生命的尾号了今天你们不错啦，你们用直播这个形式来看赵锦做节目，就是你们更进一步与时并进了，很好记得1亿3000万元惠及本地公民家庭100元邻里购物券，将以数码形式这个发放好了他们已经听到这个，谢谢政府谢谢政府用心良苦，喵。我是没有养猫了其实猫比狗凶，你知道吗？它不不高是，兴就啪就打人了，喵！哇，那个叫声吓到你晚上都不能睡觉到底这个猫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临近在附近这个实施关闭后呢，每个人关闭，对不对？可是那个野猫就入到了圣洛哥发电站，哇，这个发电你知道这个圣洛哥发电站那个地方是有地的，突然间来了很多猫去那边喵喵喵喵。在工厂和仓库，因为 COVID-19 关闭之后呢，30多只那个野猫入侵三巴旺的发电站。我们都知道三巴旺有一个发电站叫做圣洛哥，知道吗？
突然间来了多少只啊？30多只那个野猫，喵喵喵讲啊。员工定期，哎，这个员工还不错啊，因为这个员工有爱心啊。哎呦，猫啊，你们是不是没有地方去啊？好多这个发电厂啊，不小心饼干啊，超大啊，跟你讲啊。可是他定期的喂这个猫啊啊，吸引的该地区的其他的野猫也一起来了。发电站，那还有东西吃了。本来我们不敢来的，这个地方怪怪的。可是看到你们哦，哇，活得这么轻松啊，还有东西给你们吃啊，所以其他的野猫也喵喵喵的来了，啊啊！为了避免入口过剩的问题啊，啊，不得了了哈，一只一只的来了。昨天抓了10几只猫，给人家收养。哎呦，不错啊，啊，像集中营这样哈。啊，这些猫本来是野猫，没人要的，都来这个地方哇！你好心人就送给别人了，无形中这些野猫都有主人了啊！有主人就是在屋檐底下睡觉，不用淋风淋雨了啊，很好啊！所以不要紧，猫啊，恭祝你们啊，在那个这样的不好的环境底下，你们硬是力倒啊，找到你们的主人了，恭喜你们！喵，很好。OK， 接下来了啊，哎呦。啊，这个是女性的消息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年纪大了哈，男的也是一样。不过这个是跟女性有关系的，什么一种新的药丸，为了经济性哦，因为我们就知道女性有一个致命的病是什么呢？乳腺癌。嗯、哦、嗯，所以你们要定期做检查哈。啊，我们这个 COVID-19 是用那个鼻孔啊，这样擦了擦那个黏膜呢，去看哦，你 C 还是 T 呀、啊？啊，这个乳腺癌呢，要郑重其事的到医院哦，给医生去检查一下，以防万一了啊。那乳腺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我的 New Hope， 什么新的希望呢？一种名叫 Vetrutin 啊的新型的抗癌物，哇，哎，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如果发明有一种药可以抵制个乳腺癌，我跟你讲，女性真的是很高兴，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很怕的，只要摸那个地方有点硬、啊、我中了，哎呦，中马票都没那么准了哈。那新型抗癌药物能够驯服侵袭性和侵袭乳腺癌的细胞，反正这种药啊，那个新型的抗癌物啊，就是你吃了以后啊，你那个乳腺癌哦，慢慢的不见掉了，就是对这个 breast cancer 哈啊，为期3年的临床试验，去年10月开始呢 ，October 哈，希望能够让这个乳腺癌治疗更实惠。哇，我告诉你，什么癌啦，什么肿瘤啊，如果有药可以吃的话，包括我们的 COVID-19 啊，我们就谢天谢地的啊，人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你来我挡啊，人家说水来土掩哈啊，兵来将挡，就是这个药也是一样啊，你有什么病啊，我们就发明什么东西，那我们的地球就进步了，地球就是这样进步的。为什么有害的东西来啊，我要抗拒你，我就发明一种东西，那我们就进步了，就这样每一年不断的进步啊，可是也死了很多人了哈、啊，这个就是一种代价哈、啊。OK， 还有什么？嗯，好啦啊、朋友们啊，我们的拉丁马士的朋友们，就是10月21号，明天下午啊没有节目啊，这个节目叫什么呢？走走吧啊啊，早上哈、啊，哎呀，明天早上。就10月20号，明天早上啊，没有节目。错了，这个什么节目呢？Jalan SG 了哈，走走吧，新加坡。那下个星期继续了哈。哎，为什么会没有啊？啊，可能是那个老师不在。啊，老师不在啊。那10月23号拜六早上了，烹饪小组呢，啊，叫你做那个 parmeal， 就是学做帕尔米耶那个。你看那个图啊，像什么？好像这个。什么鸭酱哦，那水果酱啊，你看怪怪酱，不过听说很好吃，因为这个是这个是什么国家的食物，你们懂吗？法国啊，法国的味道很香的哈、啊，所以呢，这个10月23号拜六早上烹饪小厨呢，叫你做 parmeal 啊 ，parmeal 啊，这个东西是早餐来的了啊，配那个咖啡，好吃哈、啊。就是看看呢、啊，就从来没有吃过哈、啊。如果有机会啊，留一点给我吃，我给他评语。不要老是照那个照片呢、啊，就摸不到的、啊。加了，还一点给赵锦吃，赵锦会讲的哈、啊。赵锦好坏都要讲，不过我一定讲好的哈、啊，因为人家哈、啊、
用很多时间去发明的，一定不会错到哪里去、OK 好啊，所以我们的十月二十一号明天早上没有杂乱杂乱啊，还有十月二十四号啊，这个烹饪小组呢学做的很新的法国的产品啊，这个早餐，嗯，好了，还有什么啊？你看一口气好分秒，有、哎、我的妈哟！你看赵景画的，这赵景画的漫画好吗？你们要看清楚一点，我是用很多心思去画的。这个老人躺在床上，啊，他已经不能呼吸了，他用那个借助的那个氧气哈、啊、来，可是他的孩子第一句话就问他爸，你的遗嘱嘞？哦，对，我跟你讲，人到了这个地步啊，啊，良心也变黑心啊，因为这个也是个，如果把你到现在没有把遗嘱送给我们呐、啊，如果你走，因为我怎么办？那家里闹了，五胡乱华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遗嘱呢，不要等到你晕了不能起来才把那个遗嘱，要改都改不了了，早点给孩子，给他孩子安心。不过呢，如果你分配的不均匀的话，突然间探访你的人就少了几个了，嗯，很现实的。子女们不要一直想到爸爸妈妈的钱，他已经给你们了，他给你什么呢？生命了。他给你什么呢？升大学了，这笔钱你没办法还给他们了。不要想到哎呦他的屋子啊，还有他的什么工厂啊，当然他一定会给你们的。不过我是老人了，我跟你讲，你给子女啊四分之二好了，其他的给那个慈善机构、哦、不然他们啊跟你讲，他们就等你死啊。啊，跟你讲啊，这是很现实的。这昂哥，你看你眼睛在那边瞪大大的哈，要扑出来这样。那个遗嘱在那边发抖，那个孩子要跟他借，那个画面很残忍呐、啊。哈、啊，爸，给我。哎呦，这个头发像，他们讲这个头发很像陈建斌的。这个就是我的漫画，还有另外一张来，这个是现实的。哎呦，这个是昨天画的，什么那个？你看。老太婆，如果你在 MRT 哈、哦、站在那边，你看到那些少妇啊、美女啊，看都不看你一眼，还假装睡觉的哈、哦，你不要跟他讲什么啊，就拿你的那个老人证、老人 pass 给他看就行了。为什么呢？你讲话他一定不高兴，口水乱喷嘛，对不对？所以你给他看，小姐你看，哦，他就明白你的意思了，他让座给你了。我亲眼看见那些女孩子、哦、他们看手机看的那个眼睛瞪大大的，就是不让位。哎，我让位的，我不是在那边讲风凉话，我真的让位的。我看到那个老太婆在那边，我马上站起来给她坐，这是人之常情啊。可是有一些呢很奇怪，学生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也不讲，我是用眼睛一直看着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吵架你知道吗？因为讲话有感情的，有语气的，他不爽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用眼睛看他就好了。Hello， 我的眼睛是火眼金睛的哈。哎 ，Hello， 请你让位哈，老人在你旁边呢、啊，你还坐在那边。哦，你看，所以这个漫画呢，啊，画的怎么样啊？可以吗？反正没有什么反应哎、欸。好，很好。可以。啊，他们讲哇，你怎么画的啊？这个是卡顿来的漫画，那个人头大，那个嘴特别大，鼻子特别圆啊，这个才是漫画吗？画美美就不是漫画吗？可是那个女的我忘记，她的头发我不会跟她梳到那么美的，给她梳那个倒箍的那个头发哈、啊，哈、啊，我跟你讲漫画，这是画坏人的，啊，那个头发像长到楼梯这样哈、哦，给他看啊，声叮咚叮咚这样哈、哦，那个衣服哦不三不四的，因为我们画漫画是在讽刺坏人来的啊。那这个小姐，你看我在看手机啦，哎呦，还好这个老婆婆耳聋听不清楚。哎，小姐，我听到很大声耶，你讲什么嘞？啊，可是我跟你这个小姐啊，在家里哦，她的人，所以我们讲一句话，你们记得是蛇。你的身体就冷，是鱼呢，你的身体就有腥味。所以呢，人品就是这样，如果你是冷，就是你是蛇了；如果你是腥啊，很臭，你就是鱼了，你根本就不是人了。人有同情心的，所以等一下接下来呢，我就要讲一个今天我们特别来宾，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很有人情味，不是一般人可以做那种爱心的永久性、啊、我特地请他来，为什么？第一，他会唱歌，他曾经拿到
黄金年华第二名，就差一分就拿到第一名了。我在想，因为我听他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特好，台风很稳重啊。新加坡很少有这样稳重的歌手，能够在台上把一首歌唱得那么有感情。为什么呢？因为在歌词里，在旋律里边，我发觉他有真情实意。这种人呢、啊，很有耐心的，理解善解人意。只有他这样的性格哈、啊，才能够去照顾老人。因为他工作是护理，到人家的家里去，因为你们没有空嘛，也不懂得怎么护理你病床上的爸爸妈妈，就要特地请外面的护士来处理这样的事情。而这个角色呢，很重要的就是他一定有爱心，有耐心，因为病人不容易照顾。好了，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它就是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江梅子唱的《亲密爱人》，我们来听听。会大声哈 ，Gary， 那边会大声哈。小声，听不到。啊 ，OK。他录的之后，我不录啊。看到他的嘴巴在动而已。可惜呀，谁？我听见另外一个字。在吐嘞，没关系，等一下你现场唱，先唱一段呢哈，三段唱一段呢，这个慢的，还有一个比较快的。他也没有什么动，可是我今天看你的表情，脸部表情、啊。可是这首歌也不能动啊，不能够动吗？动太多的乖乖，没有声音。这录的人也，其他的呢？那我不知道，哎，现在也是这么小声吗？把它卡掉了，好吗？好，卡了，好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的江梅子已经来到现场了，来跟他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视频多少年前的事？2019年的时候。两年前而已啊，没什么变了哈。大家好。啊，没什么变。多少年前的事？2019年的时候。两年前而已。你的声音。好像有回音啊，这个那个是黄金年华的比赛哈、啊，这个你这个唱歌的时候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吗？在电视台是第一次哦，但是我有在外面有常常有比赛的。所以他那么稳啊啊，那么你这样从小就喜欢唱歌了？对，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嗯。啊，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学校的那个choir。对。所以我常常在学校我们有去表演。对，就刚才我这样一听，因为我这次也是因为为了访问他，我一直看他的节目，我也发觉他是很内蕴的歌手来的。
唱一些抒情歌曲啦，哈，好像亲密爱人这样的歌曲，特别到位哈。啊，谢谢。啊，所以谢谢那个台风不用太多了，可是那个表情，因为这个特写嘛，哦，所以不错。所以你这样比赛来来回回几个月啊？六个月的时间哈。激烈的参赛啊，然后他得到了第二名，对不对？对，哇，很不错啦。所以讲了说啊，你应该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誉啊，因为你的歌真的唱得不错。谢谢啊，你还记得吗？前上几个月啊，他也在星期四的时候跟伟伟，他也有表演，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听到了，看一下他们说你的声音太小了，所以现在你清唱一下一首歌曲，让他们。好啊、大饱耳福好吗？好，来，我们给他唱一首《忆难忘》，好不好？这首歌不容易的啊，看看他现场的歌声怎么样。好，给他一个评语。就来一段、啊、来一小段吧。来，吓我一跳。OK， 蓝色的街灯，你在街头，独自对窗。凝望月色，星星在闪耀。我在流泪，没人知道我。谁在苍崖？远处轻轻，怎么忘了这个字？传来，想念你的，我爱唱的那一首歌。这首歌呢，我在很小时候就听，十多岁啊，原唱者是美代。Oh, yeah. 其实这首歌是日本歌曲来的， 是日本歌曲，李香兰唱的、然后全部用日语，后来美代为了这部电影的这个插曲啊，他就重新录制啊，美代已经走了，走了，你看人生哈、一眨眼就不见了，哇，我觉得你唱的很有 power， 而且他的唱腔我觉得不是一般的老歌的唱法。你有一种西洋的味道，对，对不对？对啊，所以唱的特别有那个味道。高音的地方我觉得非常顺畅，哦，因为这首歌啊，我靠，中间那个副歌最不容易唱，就看出你的功力啊，你的啊，如果啊，我那种，那个啊又啊一层一层高啊，如果你用技巧啊，用你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话，就是你会唱歌了，好，不错，你是受英文教育吧？是，可是我很惊讶你咬字很好。我以前唱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都听不懂我唱什么，是吗？为了要参加黄金年华，然后苦练了两年。咬字发音，抄歌词。其实我觉得咬字真的很重要，如果你的咬字准，很 class。你看那个叶倩文哈、叶倩文呢、那个潇洒走一回哈、他是不会中文的、他是讲广东跟讲英语 的，可是他为了录那个潇洒走一回台湾的电视剧嘛、他要闯到台湾，他每一个字我去听，因为我最注意咬字的，是每一个字就对，翘舌音什么都来，所以可以的、所以要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咬字如果唱得好，会不会说提升了你的整个歌艺？肯定。人家听得懂，而且呢，我可以，而且为了很咬字咬得非常准确，我还要去问一下朋友呀、老师啊，到底这字是什么意思？可是印象不很多人不注意耶。这是不可以的，那全是那首歌，你必须要明白那首歌是什么。我一个朋友，我也是很注意咬字，因为我是搞文化的。对。他讲：“哎呀，一首歌可以唱就好了，咬字有这么重要？”他讲话就是这样了。这个有点找借口了，找借口。他们是玩，他们没有像你们这么很到位的、很认真的要求自己。这个是对，我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了。对，所以就没有再唱了吗？比较少了，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也不太想唱一些直播，只是我对，因为你知道你很有原则，我觉得。没办法，因为我的工作常常要接触那些80到90岁的老年人啊，他已经把苗头讲出来，为什么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对，我们今天特别请那个梅子来，
哦，他的名字很特别啊，叫梅子，我还以为是日本人。哦，那个子字啊，就是女孩子的意思啊，日本人。啊，那个姓江叫梅子，啊，不过叫哪吒。啊，这是谁给你的名字啊？我爸爸喽。跟日本人有关系吗？一点点。他说他看到那个，啊，我妈怀孕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哦，啊。然后他讲说我，如果是女儿，我要她像她这么漂亮。那么就放江美子，那么他的一个日本的doctor，就是说，你不要放美子，你放梅花的梅，哦，比较好听。他说，那么就变江美子了。你是在本地出生的吗？是的。哦，当时有日本人啊。有啊，那个有声音呢，留学的哦，所以他所以跟日本有渊源啊。那个梅子就很少，我们中国人啊，或者是华人一个字。我一看他的名字我觉得怪怪的哈，不过不错了，我觉得很适合你哈，适合啊，很好。那么我觉得你啊，你看见你们听到了没有，他的歌声那么好，就我一般人觉得歌声到处去直播了，为什么想更多人认识你，这是一点虚名了，唱歌人有没有点虚荣心啊？要有一点啊，老实讲我就要有一点点，要有一点点啊，如果你没有那个虚荣心，你没有那个表演欲的话，那 那你怎么可能会在台上唱得好呢？只要在台上，在直播，在荧光幕上你要展现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表现得最完美的你，包括你的形象，你的打扮，你的化妆，还有你的歌声啊。当然以你的歌声我讲，一定很多人要听的，是吗？啊，谢谢。一个清灵哦，那你样子有没有远看像谁的吗？当年的林竹君 啊，你讲到这个林竹君，我妈每次说我像林竹君。她的声音很好，对对，这么多参赛的歌手，我最欣赏林竹君。是啊，她真的是实力派，实力派，唱真的，你也可以唱她的歌，是啊，好像《含羞草》哦，爱慕了，哇，还有春来人不来，哦，好，我去研究一下，还有《恋之火》。他拿第一名是恋之火，恋之火，烟波流，把爱。哦，我知道这首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你适合哦，是 啊，因为你有那个情感，还有你的声音蛮低的，低中很有味道啊。所以刚才大家不要紧，那等一下呢，我们再，我希望刚才那视频的声音会大一点，希望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我在想我请的嘉宾都会唱歌的。那现在的嘉宾呢都爱唱歌，他们都把自己拍成视频，哎呀，一方面是介绍他的人生，叫人生观，他的工作，还有呢就是他的歌声，所以会造成我们整个节目很精彩，又歌又画，所以你整个人物就立体了，哦，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讲他的工作了。哎呀，你告诉我们你的工作是什么啊，我是做看护的啊，看护的，看护，那就是我到人家家里啦，帮那老人家，我就帮他洗澡啦，然后喂他吃饭啦，有时候呢就陪他去逛街啦，要不然就煮点小菜然后给他吃哦，陪他聊天，陪他玩耍，还有薪水拿，有。还有薪水呢，这是很重要。对对对对 ，OK， 梅子，我告诉你，你这份工作，刚才我跟他聊的时候，为什么你也想到这种，有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的，因为这种工作很繁琐，除了帮他换尿布啦，其他的东西，就是你要面对他的性格，能够接受你吗？老人像小孩嘛，对对，啊，越老啊越不懂事。所以有时候他有无理的要求什么东西啊，你要怎么样的态度？所以我在想，居然他跟我讲说，因为他在之前已经照顾了他的爸爸妈妈了， 是这样的吗？是的。所以那个照顾的过程他去培训自己，对，所以他把他照顾他爸爸妈妈的爱心和那个耐心啊，他想贡献给新加坡的每户需要他帮忙的老人，在你是说电话一来你就去吗？对啊，电话有时是电话一来我们就去，有时是已经安排的，一个星期前他们就安排好了。就是你在安排之前，你懂不懂这个家里的状况啊？多数会知道的，因为有那个护士会去到他们家里做现场考察，到底他的这个老人家是男啊，或是女啦，然后他的家庭环境是怎么样？那么有时候他们家里的那些摆设。不是很好，有些轮椅很难推啦，
很多障碍哈，所以我们就要这个护士就要先跟他们讲一声，那么你要先怎么样去？我相信我们的直播的一些朋友，他们就上了年纪，是对不对啊？现在他们能够看我们的直播，就他很健康。可是我相信也是有老到躺在床上不能动，这是人生的悲哀啊！你不要讲，哎呦哎呦什么哎呦，有一天我们也是会这样的。如果你活到100岁的话，好，心脏还很好，噼噼啪啪就躺在床上，可是你已经失智了。这个失智啊，很多人我的朋友讲，他很痛苦，因为他妈妈认不出他。对呀、啊，那么呢，每段时间都要去照顾，可是他有做工啊。所以他就必须请像你这样有耐心。那么请问你啊，你到人家的家以后啊，这样料理些什么东西？第一，当然我们就是要先看那个病人到底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嗯、他失智到什么样的情况、嗯、有时不只是失智的，有时是因为他们刚开刀、啊、或者他们中风了、嗯、没有办法自理啦、哦、那么我们就要先去帮忙他了、哦、有些他们其实在康复当中他他不太会怎么用那个手扶的那个、啊、对对对，还不太用，不会用，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帮他用，慢慢给他一步一步的走啊，就是这样子了。其实这份工作，你讲难也不算是很难，只要你很开心的每天去面对他们 OK 的。他们的其实如果是做四字的话，他们的记忆力很短的。哦，对对，对吗？如果今天哈克你他不高兴，他正好是小孩子这样嘛，他就对嘛，你就让他发泄他的情绪，然后发泄好了呢，其实有时他有一些嗜好吗？你问他的孩子就知道了嘛。他喜欢唱歌，好像有一个老人念，他喜欢唱歌。嗯，那么我就跟他说，好，我唱，你用上了，我就唱了，我就唱。他讲这谁唱的？他就还跟你，邓丽君唱的啊，他会的。你各方面了，这方面你用上，他更爱你了。对，他就唱了歌哦，可以取悦人家。对，而且他可以勾起他以前的好的记忆，你知道吗？对啊，有时候呢，我就不然就把他们的以前的相簿，他们的 album 相册啊、嗯，相册拿出来，以前他们去哪里旅行啦，给他们走啊，回忆一下他们以前的，记起他们的回忆，好的好方面的，啊、对对对，不好。这方面你们要受训了、啊，对对对，那么就跟他们讲了，你这是谁呀、啊？这是我的儿子，是你儿子吗？他就问、哦、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就又想回，哦，我的儿子什么名字？有时他们会要想一下子的，哦，对对对，我的儿子，那么他就突然间他讲到了名，他很高兴的，对对，啊，这个我们就想象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老了以后那种失忆是什么状态的？他们可以现在做，等一下又忘记了，对，最严重的连自己哦。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的孩子他都忘记，这就是他的脑浆已经干了什么，是啦、哦、他们没有 memory， 像我们的电脑里面已经坏、yeah. 他的记忆已经坏了、哦、没有办法的、嗯、OK， 你做了几年了？一年多了，一年而已啊，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遇到啊，我跟你讲，是的，应该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遇到，就可是到现在为止你还觉得我想做？是啊，我还想要做啊，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很大的很多开心的事情了。你会不会觉得你做这份工作你看到人生的起落啊，好像你看到那以前的照片这么年轻，是现在老成这样，以前那么活泼，现在变成一个枯萎的不能动的老人、是你会一种感叹吗？所以你要有很强大的，是，所以活在当下啦，自己要开心啦、对不对？所以我看那个梅子、跟他谈吐，我发觉到这个人很有爱心啊，他不厌其烦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如果给我做的话，我有点怨言哦、我会有一种怨言，所以我不大理解这个工作，也不是每一个努力，因为这个人付出百倍的那个耐心呢。是，其实以前我跟我父母接触，在住在一起的时候哈、我的耐心还没有这么好的，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有时你对你的自己很亲的人、反而你会有那种很不耐烦的感觉。对，当然现在我做了这份工作以后呢，我就是慢慢了解说，其实如果我们多点耐心，慢一点跟他们讲话，多点聆听，会更好的。我觉得做这行加强你的慈悲心啊，对啊，你的慈悲心很重要的。
好像我教小孩子也是这样，嗯，我越教越喜欢他们。有时候他说：“陈老师，我要去小便。”我说：“啊，我带你，我带你。”他就拉住我的手，就像孩子拉住爷爷的手一样，那种温暖的感觉。然后我小便完了，跟他洗手，开那个水，因为他们矮嘛，手不够长，那你跟他开，开开了以后，你拿那个布跟他擦。这个过程，像我们这样的年龄，七十一了哈，像孩子只有七八岁啊。你觉得就像你自己的孩子，对，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必须有这种通流，所以我觉得要有一种慈悲心，啊，所以我觉得梅子她有这份啊啊令人敬仰的，啊，就是能够负重的慈悲心，她才能够把这份工作当成是一个很喜悦的，其实是一种贡献，你说。是吗？当你照顾他们的时候，他的孩子去工作啊，对对对，很多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不只是要给老人家信任我们，他的家人也要信任我们。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问题？家人对你不信任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了解我们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嘛，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嘛，对对，他也怕等一下万一他爸爸妈妈跌倒怎么办？啊，你照顾不好怎么办？那么他有放很多 CCTV 在家里的。应该的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保障嘛，啊，对，那么或者呢他也会问他爸爸妈妈， 你觉得这个小姐你喜欢吗啊，这样子他们会问的，哦，是啊，有时工人也在啊，有时他们自己的工人还会在的，对啊，那么也会问他们，但是其实我们在你越问我们越高兴，就是过后如果他家人在的话你也跟他家人聊天，啊，肯定，进一步了解细节，对对对，了解他们跟了解当然也要了解这个家人，因为有时家人呢，啊，为了我们只是照顾白天，晚上他们自己照顾，哦，对对对，所以晚上其实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很多失智症人晚上啊他们是不睡觉的，哦，他们就可以一个晚上请五六次的，那是很辛苦的。他有叫吗？有的，有的，叫不停的，有些是叫不停的。不可以骂他嘞，自己的亲人啊。对对，有些叫不停。太急哈，苦难哈。啊啊啊！最惨了。对对对对，有的有的，肯定有。对对的。所以以前张艾嘉跟那个柯俊贤有一部电影叫我的爷爷，张艾嘉拿到金马奖，他演得非常好，他有一个女人四十，小芳芳，他就是演这样一个对着一个老他的爷爷他的公公啊，他的老公的爸爸，你看他作为一个贤惠的老婆花出多少的爱心，可是没有人会理解他。好了，我们讲很多，我们先再听听一首梅子的歌曲好吗？啊，你看又说又唱，我们的节目多丰富啊！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哎，嗯，淘汰赛啊，嗯，很小声啊。他们也是听不到的。忽心忽深，我又怎？直播啊，我很少上直播的，所以我 ready 吗？因为没有这么多人，嗯，外面的很多人，嗯，对啊，所以我不去。哎，要换那个盖哦，这样开玩笑，我说你们乐极生悲。对呀，啊，即使你换麦，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因为哦，你他没有开起来唱，你不知道的。哎呀，不要啦，安全一点。我们等一下开，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好。好。可以了。这个听不到，就播一半就好，就 stop 了，啊，不然的话听不到他们。好了，这个梅子说，因为很可惜，那个录制的时候那个声响不到位哈，不过他很想啊，跟观众交流，啊，我们这个节目很特别的哈，我们的直播这么多人呢，啊，不是只有眼睛看的，你们也有动心的时候，啊，要发问题。那现在自由时间，啊，大姐、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话呢？直接问那个梅子，她在现场。哎，你们也可以讲一下。哎呀，讲话了，举手，快点。
啊，来来来，问他一些问题啊，来啊，不要他特地来这里做访问哦，啊，就是为你们而来的啊，所以你们开口问候他一下也好啊，讲赞美他一下也好啊。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讲，上线的朋友们哈，如果有兴趣做这份看护的工作，其实也是可以的，不需要很大的力气啊，还是什么？有些工作只是陪伴，那个老人，夕阳西下，夕阳下的老人，对，有时是陪他们去看医生。因为他们不会嘛，他们不知道什么要挂号啦什么的，我们就陪他们，我们就陪他去看医生，有时还陪他去养草，因为他们家人没有空嘛，对，我们就陪他出去玩玩啦，走走嘛。但是现在因为 COVID 的问题呢，就比较少出门了，要然后在家陪他们聊聊天也是 OK 的吗？对吗？现在你们都赋闲在家里啊，有这样的一份工作陪伴老人，带他去看病。带他去喝茶可以的，当然我看他们不是白去了啊，有、啊、有津贴的、啊、有津贴的、啊、有所以刚才我讲过了，这个工作是有贡献的啊，就是用你我们都上了这个年龄，我们叫夕阳下啊，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心态，很寂寞的，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了，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看医生吃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也是人、啊、年轻也很活跃过，可是到了夕阳之下你觉得分外的寂寞，都希望朋友陪伴他们，跟他们聊天、啊、这样每天就不会过得很辛苦。好，现在雅西亚你有听到吗？啊，你开来讲话来，雅西你开那个声音啊，开讲话讲话，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讲啊，雅西亚，话问呢？啊，我没有话要讲呢。有话讲啊，叫我问你啦，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什么名字？叫梅子。哎呦呦！哦，谢谢，还记得你是不是看到酸梅就想起他？对呀、啊。很可惜啊，他刚才唱歌好听吗？好啊。哦、可能你要现场再唱一首歌。还有那个谁啊，博兴你好吗？哎，你好好好好，来下午好啊，哎啊，你唱歌很好听哇，谢谢你，谢谢人家不好听敢去参加比赛，还去马来西亚了，在云顶哦很好啊，很好啊，去新加坡、哦、派到那边去都是有分量的哦哦、有黄金分量的、哦、来，对对对、啊嗯、谢谢你哦，谢谢你那个博英、嗯、还有那个 Helen， 谢谢你好 Helen， 你的外景是法国哈、啊、OK San Francisco 啊 San Francisco 那个、哦啊、你没有开声音、啊、因为我那边有人、哦、OK 现在 OK 讲了、哦、But can I speak in EnglishOkay, oh, I'm very happy. Okay.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praise you though. Your singing is really, really very good. Oh,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I love it. And the other thing is, what you're doing, you know, it really helps to, because I've got an elderly mom. Y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her like that. So we are sharing, like what we can do, you know, when we look after her. Because like what you said before, if it's your own people, you tend to sort of lose your temper, you know, a little bit impatient sometimes. Yes, yeah, right. Yeah. Right. So yeah, so it's really good that you know you share this. At least we can learn something, and it's what we actually are trying to do. You know, like talking to her, and showing her, you know, photos or everything. Ask her, mother, 你有几个孩子? then she will say, to think like you say, you know, think of what.六个，那些叫什么名？因为我们是潮州人嘛，潮州人我们的是，she always call like 红花亮点点，然后我们就有几个红花亮点点名，她 she will repeat, she'll just say them. So it's every now and then we will sort of like ask her so that she can remember, and then sometimes we get her to write. My mother, she's 94. Oh.And surprisingly, you just give her something written in Chinese. Sometimes I'm singing songs, right?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Chinese, man. So I'll ask her, mother, 这个是什么字? She will tell you. 94, but she can still remember. 她也是喜欢唱歌。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唱歌。
你很好哦，讲很多话哦，谢谢你。那个雷昏，雷昏的头巨大的，你看我们看到雷昏，他每次靠近那个镜头的，把整个人都跳出来了哈。就是喽，是要钻进去喽。雷昏啊，你今天听了那个梅子讲他的歌唱，还有他的工作，有什么感想？其实梅子的所谓这个康复工作，我曾经也参与过，因为我母亲嘛，那时候躺在床上是不能够动的，对，所以一切都是要我们去，还要去学一些护理的东西，这个是从中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不简单，真的，我很佩服梅子。你是不是咬紧牙根做的？啊？你是不是咬紧牙根做的？无奈，很无奈，那时候。无奈哈，又是自己的亲人。因为那时候还有工作嘛，那工作忙到哦，有时候对很难去看跟我妈妈聊天。所以我讲那些话不成立了。我讲说我们人哦，不要连累上一代，也不要连累下一代。下一代可是上一代是连累我。身不由己啊，身不由己没有办法。因为事情对妈妈在哈，爸爸在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对呀、啊，对对对，那耐心真的要够，真的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梅子所说，开始会有一点脾气不好，是会的，脾气会不好。因为如果你有碰到别的事情啊，加在一起、啊，对对对、啊，那个怨言冲天呐、啊。是、啊，所以有时候到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必须take a break。要外面走一圈，那么想一下，其实小时候爸爸怎么对你啦，妈妈怎么对你啦，想那些好方面的事情，那么你再回去跟他做护理的时候，你就 OK， 对，心情又好回了，做是应该的，做是应该的，对我们做是应该的，因为没有深仇大恨，就一种对嘛，没有啦，他养到我们这么大，我们对我们要我们看他才那么一下子，对，有时候我们看他时间更短。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明明 我叫你换衣，你为什么不换衣？为什么不要换？那么你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我只是叫你换衣，为什么你坐在那边不动？有问题了，有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们就是不知道，其实他 不,、哦、是不是他不了解什么是换衣、哦，他忘了什么是换衣。你就把衣服给他，那脱下来换，他才会慢慢的换衣，不然他根本不记得换衣是什么意思。嗯，他会忘的，真的。到了一个年龄啊，那个年龄段啊，就是很多东西已经不正常了。对啊。好了，现在梅子已经到现场，很多人想听你唱歌啊，有唱歌。没有音乐，你有什么现场？好像刚才那个意难忘这样，虽然没有音乐，可是还是。你的原汁原味的声音就出来了。啊啊、好，那就唱刚才那个《亲密爱人》在这边。好，来来来，我们鼓掌。那《亲密爱人》听不到了，刚才。来，希望我还可以记得歌词。哒哒哒滴哒哒。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嗯、好了，就到这里。歌词真的是常常忘记。你是低音啊？低音的。可以重音吗？可以。可以啊，因为我发觉你的声音不是低到看秀琼、没有没有，中低音。对对，可以高音的了。所以你也可以唱那首《花月佳期》了。Ave Maria， 可以可以，啊，
因为方逸华嘛，对，方逸华也是属于中音的。那时候激励赛的时候，我就唱这首歌，是吗？是是是，可以唱一点点了。哎呀，我忘了歌词了。啊，这个啊，因为我在想，因为刚才你歌都是低的，你们可以高一点的声音再唱，是啊，比较、哎、比较激荡一点的歌曲。啊，现在我突然间想不起了，啊、但是我喜欢好听吗？好，可以开手机找歌词。因为他唱歌有画面感、哦。开手机找歌词，对对对，可以找到的。哎呀。我就是这样啊，每次一歌词、嗯，你听他没有音乐，你听他清唱啊，你就知道他会唱歌的哈啊，因为那个感情，他的气，他的气息。我问你，唱歌是不是气息很重要？肯定啊，啊啊，嗯嗯嗯，气息的运用是很重要的，就是换气也是很重要，换气也是、啊、对对对，他的声音有爆发力啊，啊啊，对对 对, 对，特别好听的声音。啊，什么歌？啊，黄仁佳，请唱英文的呗。啊 ，OK， 啊，英文的。Ave Maria， 啊，有歌词可以看到啊。You by my side, that's how I see you.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you. We're on our way.To say I do, my secret dreams have all come true. I see the church, I see the people, your folks and mine, happy and smiling, and I can hear.Sweet voices singing, Ave Maria. Oh, my love, it can really be that someday you'll walk down the aisle with me. Let it be, make it be.That I'm the one for you. I'll be yours, I'll be yours, all yours, now and forever. 啊，来给他掌声，好听吗？谢谢大家。哇，这个是现场，很好听，很厉害，真的很有实力。刚才这首歌啊，《Ave Maria》，如果拿麦。哇，还有扩音机，哇，你的本事真的很美，特美哈！而且我觉得他会控制声音，他会把他的声音美化，啊！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要教人唱歌？教人唱歌，要有时间，要有时间，要有时间，因为你有这个实力，而且你可以示范，啊，这个示范很重要。这段你唱的不好，我跟你讲，现在唱歌很大一个没有气息耶。气息可以练习的吗？可以练习吗？可以呀、啊。啊，这个你要教他们很多的部位。哦，那个发音的部位也是很重要啊。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部位。你看他讲话、啊、他讲话跟他唱歌是不一样的，你发觉到吗？啊，讲话的鼻音很重的、啊、哈。啊，不是，讲话的旋律没那么美，啊、可是唱歌就会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了啊。很漂亮、哦、谢谢。哇，今天很开心啊，跟梅子又说又唱，我们的节目很丰富啊，今天不虚此来了、哦、啊，谢谢、啊、我们要讲谢谢他好吗、嗯、啊，今天我们也了解到啊护理的工作，也了解到那个我们爱唱歌的梅子，原来他有个神圣的工作，就是你看他不喜欢随便唱歌的，可是他可以好好的参加有平台的歌唱比赛，然后他可以收不唱，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工作比较要紧、啊、他也不随便唱直播，以他这样美的歌声、嗯、这么有水准的歌唱技巧、嗯、他不乱唱，所以我觉得他很有美德，而且他尊重他本身的工作，他说、嗯、你必须要爱了，为什么呢？总有一天我们也是这个、嗯、躺在床上的、嗯、对呀、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因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你现在骂他以后就是别人骂你了啊、他的情况也就是以后我们的情况，对，所以我们人、啊、一定要有一种爱心和一种透视的心、
啊，好吧，谢谢你梅子，谢谢，今天你来得太好了，我们给她个热烈的掌声好吗？我们祝愿她健康平安，永远美丽，歌声猛进啊！来，谢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 PM 我在 Facebook 啊，因为刚才她有讲过了，这个护理的工作很多人都可以做，是不是形式上不一样啊？他现在已经变成你的朋友了，因为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手段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的。其实好像 Helen 所说，他以前他妈妈的情况啊，或者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有一些问题或者想要跟我沟通一下 ，share 也可以的，我是 OK 的。啊、对，因为他现在是属于社会服务人士是朋友来的啊，不是歌手而已。是吗？我们大家都会面对的嘛，对不对？谢谢，谢谢你接受我们今天的邀请，谢谢给我们的谢谢，给我们这个节目很精彩，而且很有人情味哈。我的节目我就想做这样的节目，是、嗯、就访问一些你做的工作，他除了唱歌之外，原来他有他另外一面，好，这些都是人嘛哈。谢谢你梅子 ，Thank you， 谢谢谢 谢, 谢谢，来，我们跟他说再见，拜拜，谢谢梅子，拜拜，拜拜。今天开心吗？开心，拜拜，最开心的。拜拜，拜拜，拜。OK，OK。嗯，啊，没有了啊。哦，一个钟头了，很快的啊，很快哦，没有了，我也不知道，一个钟头很快的啊，就是来痴痴的等，还等，回家了，回家了啦，回家了，拜拜，回家了，拜拜，拜拜，休息了了哈，啊，拜拜，拜拜。